我爸爸是河南的，我阿妈是上海的。我爸爸呢是美术教授来的，他留过法是学西洋画来的。我读书的时候我都是很喜欢画公仔啊，画小姐啊。62年我就入行家艺术社了。我选择了进入彩灯部，就是因为彩灯需要结合很多种的手艺。他要绘画，要剪纸，甚至要雕刻。我们最开始要学的就是扎作。扎作一个6个灯啊，或者8个灯啊，你是要有尺寸，用手工来屈。如果你成日都做的话，手真的起茧的，特别是揸钳那里。现在来讲呢，就很多彩灯呢就是广场啊，或者是巡游啊，就是要用钢筋啊、铁线啊来烧焊。咁我做咗出嚟之后呢就芒啦。喺黐之前呢装咗照明嗰啲灯。比如讲佢係好喜庆㗎，咪整啲比较吉祥啲嗰啲图案结合落去囉。牡丹啊、龙啊、凤啊、山水啊、花卉啊，甚至八仙啊咁样。咁我哋佛山个彩灯佢个特色呢有剪纸。就是用佛山最早的时候的铜箔，你站了出来是金碧辉煌的，然后衬色那些色纸的颜色就很持久。佛山的彩灯的传承都还是存在有一定的困难，我们都是很缺少这种能够坚持来做彩灯的人才。我先生呢就很支持我做的，所以屋企啲家務咧，多數都係佢做。我覺得搞工藝嗰啲咧，你真係要靜下心，同埋你一定要係堅持，咁你先至能夠做出成績。97回歸嗰陣時咧，我哋做咗13艘大嗰啲彩燈，都放喺等船嗰度。咁啊，喺香港維多利亞港嗰度巡遊。彩灯巡游的话，人哋就觉得啊，呢啲灯系来自佛山嘅咁样，咁我哋就有一种荣誉喺度咯。后生咧，佢有佢哋后生嘅新嘅思想同埋新嗰啲内容加入去咧，就都提高咗啲彩灯佢个艺术咯。旧年我哋做咗一盏彩灯，4个非遗传承人彩车上面坐住。每一次出秋色，我一定会看学差人的。我一直在创新，难度更大的呢就是墨鱼骨灯、爪马灯等等。彩灯的多样化呢，传承路呢才会能够走得更远。彩灯展出的时候呢，是一种非常之和谐和非常之喜庆的时候。所以我覺得彩燈應該是一路傳承落去。咁我能夠在有生之年咧，我就多啲搞創作啊、培養啊，咁嚟繼承咯。